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郭大开讲。那么今天呢，一开头我想要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郭大常常在每次影片最后都会希望告诉大家，就是说任何问题告诉我，然后或者写在脸书，写在哪里给我。其实我们这个不是宣传的口号，也不是我们的什么官方语言啊，或者是跟大家做宣传的语言，绝对不是。郭大，我真的是真心希望你有任何问题，你需要讨论也好，你有对我们有任何建议，有任何指教、批评都没关系，都要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各位，你们的需求是我们做节目的方向，你们的指正呢，才让可以让我们更好，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才能够做出更符合各位需要的高品质的影片。那么，所以我说，各位的意见非常重要。我也非常重视，所以呢，你们写给我的，我一定会亲自看过，亲自回答。只不过呢，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会晚个一天两天，请各位多多包涵。好，或者有些可能你只是跟我打个招呼，我就不会回答，我也是跟你打个招呼，给个图形或按个赞什么。那如果你真的是有需要我回复的东西，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很诚恳的回复你，即便你对我们是有些批评或者有些觉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也一定会虚心的受教，接受你的指正，一定会希望把这些错误或不好的地方全部改过来，全部做到100%完美，这是郭大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最高的目标，跟我对编辑部的要求，好不好？你相信我。所以呢，也为了回应读者的需求呢，有位读者他写了好长的一大篇关于劳力士的问题，关于他过去买劳后悔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他的这个路径跟我有点类似，所以我今天我也特地拍了这段影片来回应这位读者你所提出的需求，跟你提出的希望切磋的问题。好，那么读者问题，等一下我们可能用影片的方式直接让大家看，我就不要再念了，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哈。那么重点在于说，这位读者他很后悔，他没有买到第一代的绿水鬼，那么他觉得当时因为这个颜色跟过去传统劳力士的黑色有点格格不入，那么比较不一样，有点可能有点怪异啊，诸如此类的，反正你当时就不喜欢它。这个我也碰过，其实郭大我常常觉得说，我跟劳力士有点相见恨晚，我一样，我从我懂表开始，从我开始玩表开始，我将近有10年的时间，我都是讨厌劳力士的，因为我总觉得那个是暴发户土豪啊，贩夫走卒的代的，我郭大这么懂表，这么厉害，我这么了解表，我这么有深度、有水准、有学问的人，怎么可以买劳力士？错，不要太自负，不要太自以为是哦。那么直到我在城邦做了劳力士封面以后，我认真去研读它，认真研究它，我发现错太离谱了，怎么会给人家这种误解哦？所以呢，一样了哈，真心希望大家都多研究、多努力了，我们多切磋，就不会走错路了哈。但是呢，其实错了也没什么好后悔的啦。在玩表的这个道路上，有太多表，太多好的标的物，太多选择，太多可以赚钱，然后太多可以让你有满足的东西，我们常常都会错过了。我们又不是神仙，我们也不是先知，懒懒散散比人家厉害。所以我讲真的啦，如果没有这些失误，没有这些过错的话，你这条路走得太顺遂也不好玩啦。哪有人那么顺遂？你又不是天之骄子哦。我到这条路其实我也走得也不顺遂的。我枉为专家，我很多那个可以赚到钱的，可以那个的，我都没赚到啊。所以只要我们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就好了嘛，就当做玩表的目的，好不好？所以这边一样，但是郭大我还蛮幸运，至少这个绿水鬼第一版跟第二版其实我都买了。那讲真的，这哪一版比较好看，哪一版比较漂亮，其实见仁见智啦，这个都没什么好讲的。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也觉得第一版比较好看，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绝版了嘛，你现在买不太到了，水涨船高嘛，而且现在稀有的要价都很贵啊。而且我偷偷告诉各位，
我的这一版的旧款劳力士的滤水滚呢，我还是 F 字头的平头式的稀有版本哦。哦，有机会，我们如果有办标友会的话，我们来互相再交流一下。我其实我还真的蛮幸运买到很稀有版本哦。那么，但这个我讲真的啦，我们如果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就是让心理满足就好了，你就会很好过了。说真的，好，你这个再怎么稀有，30万、50万，好不好？卖掉你也买不回来啊。所以那个都是这个心理满足啦，都是无形的东西啦，哈、哦，不要去以为说你就这样子就可以赚钱，你这样子就可以怎么样有收入，别傻了啦。你还不如去这个多去算算股票，多去投资股票，多投资那些期货基金，可能够靠我，可能探底啊！这个不要想太多了哈、哦。好，那么所以我还是奉劝这位表友了，失去就算了。但是你要问我，当然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珍藏的表款啦。它是劳力士第一支用到什么？它的企业识别色绿色的表款。那么第一支用50周年当纪念的表款，它其实有很多第一啦。那也难怪会他们这么水涨船高，可是这些东西都要靠经验累积的、啊。你刚开始玩或者你玩不久，你根本没办法去体会到这些玩家的心态、啊。所以呢，与其晚了，你不如早一点。所以现在小孩子可以叫他开始玩表再玩，继承爸妈衣钵再玩，好开始玩早点玩啦、啊，比较有充分的经验跟知识，可以怎么样？看别绕高椅再玩，看别膝盖惨哦，错失了好表、哦。好，那么当然说真的了哈。传统黑水鬼也真的很耐看、啊、所以也难免就有人会误判说啊，反正啊这个绿的好像很怪异。如果因为你如果看习惯劳力士的话，它几乎豪士表都是黑色的啊，除了少数几款像游艇这些哈、哦、有特别颜色，像这种都是黑的啊，包括 GMT 也是啊 ，Explorer 这些海狮啊什么诺瓦奇黑面的啊、哦、那谁知道说哎这特殊面竟然哦这么浅哈、哦？其实现在连新版的绿水鬼都很浅哈，都很那个哈，还很热门哈，不要看旧版。好，那么另外就说，郭大其实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还拿了这款 GMT 哈？我们都知道，劳力士其实它在这个制作陶瓷表圈呢，它第一款其实是运用在 GMT 表款上面。那它第一款是用在 K 金版本了，那因为 K 金的那么贵，郭大买不起了。那第二款其实用在钢表，我那时候很高兴，哇，钢表出现了陶瓷圈，哇，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款买的，我是先买了这款釉，我再倒着回去找旧的绿水鬼啦，找旧的 GMT， 把它倒着玩回来，去弥补我过去对劳力士的不敬，所以我在此要跟他忏悔一下，过去我有点贬低你啊，对你有点不敬哦，请原谅我，不过。这也害我多花了一些钱哦。好，所以我是先买了这款 GMT 以后呢，我才倒回去追。但是各位，所以我也要奉劝这个表友，就说你错失过后哈，通常为什么你会回不来？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劳力士就是这样玩呢、啊，停产以后，旧款会涨价，水涨船高；新款蜜月期，哇，这下真的是很不幸哈。一个停产，一个世代交替呢，结果新旧款都涨价，完全你都没得玩。就跟这位表友也提到了，你说你买了一支这个16520 Daytona 的，那这款16520，你说呢？因为它的计时按板你还要有锁牙嘛，因为它有防水，你说你还要转开来按板很麻烦，我真的觉得你有点想太多了啦。这是因为它的防水功能嘛，而且你又不是整天都在计时。啊，你老现在麻烦了，还好啦。所以那因为你觉得你买了以后你觉得很麻烦，又没日期就把它卖掉以后，你现在发现，哎，现在怎么16520这么抢手？这么抢手原因其实主要来自于新版的 Daytona 已经出来了。那么依照惯例，它都这样子，新版出来以后，新版蜜月期涨很多，对不对？旧版因为停产了一样又涨起来。你刚好碰到这个时机，所以我觉得你也宽心一点了，就算了，让它过去了。那么。等到新版的蜜月期过了以后，回归正常，你再考虑入手了。我是这样想啊，我不知道。当然有些人不在乎钱了、啊。如果说你家财万贯，你不在乎那5万10万，下手啊。我如果家里身价有3-5亿，我当然你马上下手啊，马上去排队还那几万哦。妈熊，我、哦、K
卡前面没给给了三家五家拢来哈。但如果跟你跟郭大人是这个假套路哈，月薪的，我们还是忍一下啦，毕竟那好几万也要好几个月的薪水，就等吧，等吧。但我讲真的，也有可能等不下来。因为 Daytona 真的很火红哦， Daytona 尤其像以前16520这种黑面的，它曾经有一阵子有稍微降一点，但它也很快就起来了。哦，但这个行情，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可以预测的话，我根本也不用在那边上班了。哦，那我也觉得也不用预测这个啦，玩表嘛，有机会我们就入手，没机会就算了，不要这么执着。我讲真的，因为还有很多表可以买啦，每年都有出新表嘛，吼。那所以。我现在其实有这款，我也很满足了。新款说真的，我也买不起了。好，没那个月薪阶级嘛，我这个编辑都那么难赚，那买那么多表干嘛？哦，不要买太多。最后一个，有读者常常建议我们做仿表跟真品的比较。我在这边要跟各位讲一句良心话了。郭大，我玩表玩那么久了哈，我很少自己，我私底下很少在做这种比较，为什么？我请问各位了，我今天假设我做了一个绿水鬼的真品跟仿品的比较好了啦，我做完一个影片以后，我做完了，你也看过了，我请问你做完也看过以后，你是不是就可以真的可以分辨出真伪来？你告诉我，真的吗？你可以吗？那麻烦你来当我老师。那个美感太多了啦，你看过一片以后，你就保证你真的吗？可以吗？看过两遍三遍就可以吗？我告诉你，不要这样跟自己开玩笑，不用这样子的。我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真伪的分辨这个东西。你是真的是希望自己可以辨别真伪，还是真的你只想看爽的？看爽了，我希望各位你去网络找就好了啦。哦，你只是看爽而已嘛。那你真的要靠这分辨吗？太危险了吧，我才不要了。哦，毕竟那种道行，那种美感，不是说一段影片你就可以让你变成厉害的达人或者专家，不是的，没那么简单的。其实要分辨真伪很简单啦，正规代理店去购买就好了。小郭，郭大，我没有什么钱，我想买二手表就好了。OK 啊，王永昌，相对论，台湾这么多有规模的二手店家，我相信他们大致上也不会做出仿冒或者是这个机芯表格去乱装，这种情况 都不会有了。除非你要在网络上路人加以贪便宜，哇，真是便宜三万五万，那你明知三有五偏向五三型，那谁能？我光这些影片可以让你不要去买吗？马伯克林吧？你说啊，这只绿水鬼才15万而已，啊，不买对不起自己。那郭大，你教我怎么看？我去辨别，我要买下来。我叫你看，然后让你赚十万块，干嘛不自己赚？郭大现在很缺，好不好？我还有很多目标要买呢。如果你要卖这个十，你要冒这个十万的风险去搏它，跟你讲，没有人敢教你了。那万一教一教以后你还是被骗，你郭大，你不然你出5万块，你赔我5万，要吗？别开玩笑了，关我屁事啊！所以在郭大心里面。除非一个你是要做仿表的，第二个你是当铺老板，其他的哦，还有第三个你要去收表来卖的，其他的你为什么需要用到仿冒辨别真伪？即便你真的需要，看一段影片就能做到吗？别傻了啦，我这样只会误导你，只会教坏你啦，只会给你胆子去试验而已，只会给你胆子去被骗而已，你相信我。不要再告诉我要做什么仿冒什么的，真那个都没用了。郭大希望做是真的有实用的东西的，或许哪一天我在路上有捡到一只仿表，我就可以来做。不然我绝对不会花了5万块、3万块去做一个这样的单元，还教坏你。没问题，如果对郭大上述言论你有任何指教，我欢迎你来批评、来指正我，我们来一起接受讨论。一样，脸书留言直接告诉我，谢谢，下次见。